云雕皮，美海郡授予洛马公司中程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第四份合同，据美国国防部网站2019年2月26日报道，美国海军战略系统项目办公室 SSP 授予了洛马航天公司一份总额上限 8.46 亿美元的未定价书面合同，用于开展海军中程常规快速打击 IRJPS 武器系统飞行试验验证项目，大直径火箭发动机相关单体飞行试验件和相关保障设备的设计、发展、制造和集成等科研工作。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海军针对该项目授予洛马航天公司的第四份合同，此前分别是2018年6月的1100万美元合同、2018年11月的2800万美元合同、2018年12月的4000万美元合同，共计将为该项目投入 9.25 亿美元。2018财年的2000万美元科研预算会在当前财年结束前拨付到位，2019财年规定拨付的预算金额为6700万美元。合同公告中指出，全部科研工作将在2024年1月1日完成，相比2018年12月售出合同公告时提及的2022年9月30日也迟了一年半左右。北京海英科技情报研究所张灿